今次就揀咗《歸來吧》嘅。咁點解我會揀《歸來吧》呢首歌？其實我覺得佢嘅歌曲裡面好似講緊我嫲嫲嘅人生經歷嘅一個故事。因為其實我爺爺咧就好後生嘅時候，佢可能因為工作啲原因咧就離開咗家鄉順德，就一直未翻過屋企，直至等到咗我嫲嫲最後一刻都等唔到佢翻嚟。咁到咗等到最後一刻都等唔到佢翻嚟，然之後咧。我深深感受到佢嘅情緒，所以我想將佢嘅人生用歌曲嚟唱俾大家聽。其實爺爺到最後都翻咗嚟嘅，但我哋都冇過問到，因為我覺得一家人只要翻咗嚟，開開心心，我哋都係一家人嚟嘅。唔好意思，可能攞個紙巾先，因為你有時真係冇辦法嘅，即係從一首歌曲，其實你到咗呢個年紀，你可能就會經歷啲一啲。事情你肯定是很真情流露的，你不可能收埋的，你该放开就会放开的。个剪影几好。是啊，有戏，有戏啊，有戏。个剪影有戏咯，开始。有戏，劲过呢啲。系。原谅下，想动他，默默地转旅客。哇！一次情话，不断往事升起。振奋嘅，因为咧，我啊怀疑我识答啦，今次拣啱歌啦。你望下，叮叮同埋叮叮叮吓，五灯直接晋级。多谢文君，系鼎鼎神，介绍下自己先。我知道原来咧，你中一嘅时候已经好想参加，冇错。咁咧，但系佢啊原来生咗个龙凤胎，所以咧就中一参加唔到，系咪啊？系，咁你而家嗰啲小朋友，同中年好声音嘅岁数一样成长，冇错，唔该晒，唔该晒，为我哋嘅家庭真系好开心，添咗啲小朋友系同我哋同岁嘅，你介绍下自己好唔好啊？好 ，Hello 大
家好，我叫 Joanna 梁文君，你哋可以叫我文君。其实自己一直都从事同音乐相关嘅工作嘅，不过咧就一直都系做幕后工作为主咯。嗯，无论系帮唱片公司唱 demo 俾啲比较出名嘅网红教，即系俾啲 demo 俾佢哋，佢哋学唱啦，亦或者系明星嘅演唱会嘅和音，都系幕后。但其实我好想唱歌俾大家听。好，问问评审嘅意见啦 ，Ruth。我好喜欢你第一个 pose 啊！哇，你第一个 pose 已经杀食咗啦，系咪啊？即系喂咁样，哇！我觉得掂，呢个人一定掂。咁所以咁跟住再听啊，你系好有信心。如果你想 improve 少少嘅咧，我会觉得你去到嗰个高音嗰度咧，你唔好咁多鼻音得唔得？你再开放多少少，咁你就好好正啦。好，多谢老师，多谢。嗱，佢话你唔好太多鼻音系嘛？你系要多翻啲 chest voice， 多啲胸腔，因为喉咙仲略嫌紧张少少嘅。但系呢首歌咧，我要俾得你，因为你系唱到一种腰心嘅感觉。嗯。哇，好似勒住勒住，哇，我觉得俾你带咗我入去啊，嗰个境界啦。多谢老师，周峰老师，我觉得你的感情发挥在这首歌里面是最值得我们去比分的。如果再给一些意见你的话，是小心你的唞气，你唞气句与句之间的唞气声，还有最后你已经不太够气了，于是最后那个高音是有些辛苦地去支撑的。如果再改善的话 OK 的，加油了。好，多谢老师。毛老师，老师好。一看我就说哎，得了，他有气，有气，有气的意思是说人和歌是合埋一齐啦，即系有咗关系啦。今日嘅演出，我哋有啲惊喜，俾咗眼灯你，但系你要好清楚知道呢眼灯唔系实实在在嘅眼灯嚟嘅，系有好多情绪喺入边嘅。但系我哋睇得出你有好多可能嘅机会会进步，喺未来嘅比赛你一定会更加嘅好嘅，加油！加油！加油！多谢老师，多谢大家，多谢，多谢。文君，系你好好地喺嗰个宝座上边咧，慢慢反省一下，或者谂一谂你自己嘅可能性，跟住下一个回合带俾我哋另外一个惊喜，好吗？好，收到。OK，Thank you， 多谢，多谢，多谢晒。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癫。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娃娃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流转，流于山中转数遍。一片远远渐忘落叶，荡向清寂之中早飘远。恰到好处。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娃娃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流转，流于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忘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世世天
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点解啲评审突然间哇，本部能着晒灯咧 ？Tim Sir， 唔好讲咩技唔技巧，你唱歌系用个心唱，你唱到人哋个心里面，同埋你把声咧，我好有印象。你个人我都好有印象，因为喺深圳嗰次，我记得你系唱梁咏琪嘅《花火》，系你又系用呢把好温暖同埋好温软嘅声音唱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哇，呢把声系有灵魂嘅。不过当日你讲咗一句说话。你说你是男儿身来的。是。你是讲真的是吗？是讲真的。一个男仔有一把这样的声音。Amazing。Tim Sir，我反而这样的声音不是我的重点，我是觉得呢这首歌因为其实很女性化的。因为我记得呢沙里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成日都会回忆回呢他和他妈妈在树林上面逛步的时候那种的温暖。咁作为一个男儿身，佢头先唱呢首歌曲咧，嗰一种咧好温暖嘅味道咧，咁而家我又觉得我吓咗我一跳喎。有啲好成功嘅男歌手，系佢哋嘅声音其实系一系中性，甚至系带点女性化，例如 Michael Jackson， 嗯，例如周深，呢种特色，系属于你嘅，我觉得系上天赐俾你。你要记住咯，你呢一种咧好无微嘅 touch 咧，系你嘅强项嚟咯。多谢老师。其实真的唱歌就是这么简单的嘛，做乜鬼嘢嘢我咦我啫。你不要说我地做老师，大家觉得怎样啊？所有观众所有人的眼睛和耳朵都是雪亮的。另外那些 technical 那些呢就梗係交俾呢啲老師啦，關我鬼事咩？多謝肥媽。即係點解我會最拉尾我都撳咗個燈咧？就係、是、我覺得你好 enjoy， 咁咧你一 enjoy 咧，我又好 enjoy 噶啦。Thank you。我好快就撳燈噶啦。低數細雨路遙若困倦，前頭娃娃小草已清泉。係因為你了解只歌。但唯一的遺憾是什麼呢？就是唱到副歌第二次 repeat 的時候，你整個人走了出來了。如果你由頭到尾都在這歌裡面，千萬不要抱頭，就對了。好，加油。多謝，沒事。媽媽說真的不用上高山落油鑊的，去回樹林走走走，去就沒事了。剛才在現場唱祝福是帶到一陣的温暖，所以恭喜你。多謝，成功晉級。多謝，多謝。Thank you。